每天直播间有800块现金红包，不要忘记了。打炼金注意啊，不要直接 E 上去。前期怎么打？首先 A 一下，再 A， 好 ，EA， 再 A， 打半血，来再往上来，再 A， 再 A， 征服者触发平 A，EA 死了，带着疾跑，这波要传送。直接吃个药，抠一下，别急 ，EA， 再抠一下。他没有点炎，不用害怕，而且他这波升不了二。一抠，右边插眼，爬着打野，不要被他背啊，小心点儿。EA W 点燃接扣，闪现 A 一下，一换一，一换一的话，其实赚了。第一，我们防止了蛤子过来赶扣我们；第二，我们还把他给换了，他还没有传送，只是这个兵线呢不算那么特别好。这个线儿可挺烦人的。红宝石，我们是700加300，我们1000块钱，他只有400块钱。我们这边是1000，他只有400。这波可以先不打，不用着急，这波可以先不打，小耗一下就行，先小抠一下。哎呦我操！再来一下，直接跑！这炼金呢，不一定能追得上我。嗯，又换了啊，换就换吧，没关系。买个小药，这把还是出三项。没有鞋，他凭啥追上我了呢？不应该呀。运气有点好啊，他应该是加速刚好了，进我身儿整了个加速。把把劣势啊！那打野在打啥呢？打野呀！哎，真不容易呀、腐败药水加移动速度，你骗谁呢？他没带启迪。抠一下。直接 EA 扣，平 A 接扣，吃个药，出日炎呐！炼金出日炎，扣他一下 ，EA W A。这波塔下我不可能让他活，可以假猴把他收了。
四小饼干加一速。哎呀！你这波属于没办法，你杀完这炼金不可能我们不推线，你知道吧？我们不可能不推他。那亚索来了就来了吧，没办法。这个卖了，买个药。来上路，我跟他吸血鬼换路吧。要不然他无限送。你来上路。你往上路走，这亚索先出繁星的提醒，我治他。你关键一个吸血鬼让人一直单杀，确实不应该。去上路。你去上路啊，我操了，真是，你要干什么呀，你去上啊，我都让你去上路你都不去啊。你为什么不去啊，你为什么不过去，不去干嘛呀，不去在中路送吗兄弟。真是傻逼，八杠零，让你换路还不换，又菜啊，头又硬。真是的，我真是他妈服了，真的。告诉你赢的方法，哎，不去。我不，我就打中。哎呦我操！你别往上走，挡一会儿，没有大。咱俩不能打，我的天哪！我没有大招，你跳他干嘛呀？你说，哎呀，我是真他妈的是服了呀！我的妈呀！带着送啊，
去上路又开始去上路送。哎呦天哪！不听我话咋整啊？人家八杠零了，我想赢啊，他不想赢。我让他换路，他跟我说我不换，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不换。你说，完事我给那狮子狗打信号，我让他撤退，我给他点信号，他不走，然后大家往上扑，他扑完以后送双杀，你说这能不生气吗？这不折磨人呢吗？你本身你就菜，你菜就算了，我说话你得听吧。完事我说话你还不听。没有大就算了，死死了。把分段高点，打低分段还嫌队友。白金二算低分段啊？多低分段？你跟我说一下子，你啥分段啊？这他妈跟分段有什么关系呢？一共七个头，我六个助攻，一个我六个连头，一个助攻。吸血鬼打炼金能让一个日炎炼金给杀了，我操！我其实不是我怪他妈菜，你菜不菜的其实无所谓，你知道吧？你可以菜，但你最起码你听我话，我们家一共七个头，我拿六个，是不是说明我水平还可以？我让你续中，你是不是应该听我的？我让你换路，你是不是应该稍微先听我一小下？是不是应该？应不应该？谁打得好，谁有话语权，对不对？有问题吗？那我们家一共21-8，我占七个人头，他还不知道我打的好不好？听话，他就是根本他就不听，他就是想自己玩，就想自己玩。菜送完以后就开心。哎我操！那狮子狗那边不上，早点跟我换路，都没这些事儿。这牙手根本起不来，他八杠零，他也就是出一个小攻速，他脆的要命，他根本他就起不来，硬着啊，让人家就是把我能杀他的时候真空期给挺过去了。
硬挺就是硬邦，那狮子狗。哎，我操！不打了，真的打得我鸡巴烦死了，真的头痛，不打了，打不动。为啥举不举报？我举报他，我都嫌脏我的手。打的我鸡巴累死了，我操！我就是欠他们的。我哥打我白银一的出不起。你斗地主玩的好，我斗地主玩的菜。啊，你是王者段位，我是白银段位。啊，我这家伙我白金段位，我俩王四个二，你让我出四个二，我非得俩四个二带俩王。你说你生气不？我不生气。你有啥不生气的？为啥不生气啊？因为你猜呀，你猜你做什么都合理呀。有道理。我竟无言以对，有道理。要不然怎么能叫菜呢？对吧？我悟了，谢谢，谢谢我的媳妇。你别再发脾气了。不会了啊，我记住，我记住这句话了。你把心态调整好吗？对，我已经记住这句话了。你给刚才的水友道过歉，说不应该这么情绪化的打游戏。没事，他们理解我。不好意思啊，兄弟们，我悟了。